到了终点，没让王默走到终点，这你们把我给骂的呀！看来还是王默的粉丝多呀。今天我就让小五妹妹浪费时间，你看这小五妹妹都到终点了还在看手机。今天我一定要让王默走到终点，你看小五妹妹都已经老的倒下了。哎呀，看我们的小王默现在出来了，哎，这王默都变成了小孩的形态，哎呀，都变成了婴儿，哈哈。王默，王默，你要加油，今天你一定要走到终点，这样他们就不会骂我了。你看你看，王默专门挑字数少的墙通过，这样他就会少浪费时间了。哇，你看他现在都变成了幼年的形态，哎，小王默真的好可爱呀。真没想到王默的粉丝还有这么多。哎呀，你看他又往前走喽，他变成了青年的形态。哎，这里还有个大转盘，我们一起来转一下，看会转到什么呢。哦，哎呀，竟然增加了30年的寿命，真是人长得可爱命就好啊。哎呀，这下王默有足够的时间走到终点了，你看他现在才中年。你快走你快走王默，哎呀，这个大门开喽，王默终于走上了终点。你放心吧王默，下局我就把水王子给你送上来，让你俩在这里安享晚年。哎呀，看把王默高兴的都跳起了广场舞，哈哈。